欢迎来到凯丽的汉语热词课堂。今天我们来讲什么是吃软饭。吃软饭，难道还有吃硬饭吗？我们先听对话。琪琪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他现在有工作了吗？没呢，不过他答应我很快就会去找工作。琪琪，你不能再相信他了，他在吃软饭，没有责任心。你别这么说他。其实我男朋友对我很好，很体贴，就是脾气不太好罢了。你值得更好的，你这是一步错，步步错，越陷越深。我实在是太爱他了，毕竟我们也交往3年了，我不知道没有他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我也劝不了你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明白什么是吃软饭了吗？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forward to your friends so they can learn Chinese too. I will keep updating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and videos about Chinese culture. So do subscribe my channel and follow me on Instagram and Facebook. See you next time. 再见.